Hi, my name is Kai Wong.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眼镜的部分。那这一副眼镜呢，已经用了至少五年了吧？它眼镜上面的框颜色都掉漆了，这个是钛金属的，质感还不错，然后也还蛮轻的啊。这一个眼镜只有在我用电脑的时候，在电脑桌前面的时候才会戴上这副眼镜。那遇到的问题呢，就是它跟我的脸型不太合，反正我就是会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然后我把它推上去，然后它推上去之后，它会碰到我的眼皮，镜片会碰到我的眼皮，像这样，然后我的镜片就会越来越脏，然后直到它整个超雾，然后全部都是眼皮的油在上面，所以我就特别去高雄，然后配了一副新的眼镜。那这个眼镜呢，是特别设计给，就是我在用电脑前面的时候的距离，就是真的是量身打造用电脑环境的距离来制造这个眼镜的镜片，就真的还蛮神奇的。反正我去高雄这样配眼镜，那他们的器材非常非常的多，那原本可以再更深入分享，只是我爸妈拍不知道在拍什么东西，可能只有几秒，对，暂停跟重来，所以有这些器材，你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眼睛相关的数据，然后还有一些资料跟眼球形状啊，各种细节都有。所以你要打造像是你要开车的眼镜啊，或者是你要打文书的眼镜啊，你要用电脑的眼镜，你要滑手机超近距离的眼镜，就你可以专门制造这种眼镜、这种镜片给那一个符合那样的需求，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点像客制化概念啦，所以还蛮特别的。所以我现在戴上这副神奇的客制化眼镜，就是我现在看周围是有点糊糊的，然后右眼是超糊，然后左眼是清楚的，这样就是一个神奇的状态。但是我一坐到电脑桌前面，那个距离完美，那个客制化距离，哇塞，是完美状态，就我们平常在眼镜便宜配眼镜店根本配不出这种东西吧，就只有这种客制化可以生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，假设一天你可能花超多时间在电脑前面的话，你就可以去专门配一副，哇塞，就是我要坐在电脑前面的眼镜，完美符合你的眼睛，让你的眼睛在最放松的状态，然后就是让它不要一下子就疲劳，就是你还是要休息嘛，但是它可以让你用最轻松的方式看到你的电脑萤幕，真的是超帅耶。